很多人都觉得啊，这个，有人住院了，特别是在我们医院啊，有人做了手术，那么亲人呢，往往就会煲汤去给他，有人生了孩子也会煲汤送过去，然后为他把汤喝下去，然后剩下的这个肉啊渣呀，都由陪人来吃了，那么到底是汤营养，还是这一个渣营养呢？我们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，喝汤必须要吃渣，渣比汤更营养。我们汤不管你煲了多久，那么在汤里面只有少部分的可以被游离出来的氨基酸，以及水和一部分的脂肪和油，就是油。如果说你在喝汤的时候，你是喝汤水不吃渣，那么大部分的营养实际上都是没有被吸收的，你没有被摄取，我们的真正的营养物质就在这个渣里面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这个人才做完手术，我们跟他给的饮食是从清流质、流质、半流质、软食到普食的过渡。那么我们讲的清流质就是指没有渣的这种清汤水。那么从这一个角度来说，家里的人如果说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跟他煲点汤，那么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从营养的角度去解释，普通的人在喝汤的时候是应该是汤和渣一起都要吃的。